2018年妈妈颁奖典礼在 3D 盛大举行。11日一早，许多爱豆就为了在日本场的活动现身韩国金浦机场，准备出国了。这天，众多的粉丝将机场挤得水泄不通。率先现身的 IZONE 12人都穿着白色羽绒大衣亮相，成员们一字排开，面对记者们亲切给予笑容和比起爱心来，青春洋溢的模样让人目不转睛呢。而紧接着现身的是女团 TWICE， 九名成员穿着私服亮相，亮丽的打扮展现冬季时尚。面对众多的媒体，他们也一样停下来打招呼，带着微笑挥挥手，美丽的样貌让镁光灯一刻都没有停过啊。而女团 Mamamoo 四人接着登场，就算时间还很早，也是完美装扮亮相，面对镜头大方摆起姿势来，一样是美丽耀眼呢。当然，这天还有许多男团也出国了。男团 Stray Kids 一现身，便被热情的粉丝团团包围，他们也亲切地对现场媒体打招呼。这天机场真的是很热闹呢，想看到更多精彩的画面，就持续锁定我们吧。